行政部这儿，收用。我们继续上一节的时空。SLG 吗？我们应该有活动为主吧。先把。先把主线继续解完哈。靠辅证。我们先把少女雕像给练起来。只要你可以进阶它，就可以收集它的素材。我先回去组成，看要干嘛。那这边就让我们击败李儒啊，我们来击败一下李儒啊。李儒在哪里啊？打破李儒，我们去前面找一下李儒哈。手厨送吕布，我知道啊。先找一下李儒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宝箱奖。我这边可以看一下探索。先找一下李儒啊，李儒在哪里啊？李儒，李儒，李儒，他们可以关。这边找到了玩法哦，都跟三国志一样，因为让我们开战就可以了，下面可以加速，很漂亮。我当然这边跳过，有没有超棒？那我们就可以去下一关啊，要打理由之前那有很多守卫者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角色给练起来，收集相对应的素材。那基本上是透过扫荡的方式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重点还没出来。有到一些扫荡林这样，你们可以继续扫一扫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李儒，可以把它打出来。要打李儒之前呢，前面有一些守卫兵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武将系统。我是有跟大家讲抽奖的那个。哦，图鉴，我图鉴这边可以看一些角色的技能，装备也是蛮重要的。哦，装备的穿戴教学，可以做一个更换。强化教学。有没有？再穿戴。哎，我怎么给那一只穿呢？然后就可以填一下科技，科技的升级，这样可以抽些武将。于禁。